龙耳在12月18日和1月29日会有个义卖日，当中有美华用心制作的手工艺。如果大家想支持龙耳的工作，当日记得过来看看啦。龙耳圣诞义卖日将于在2021年12月18日下午4点至6点在龙耳创卖会粉岭综合服务中心举行。是次的筹款将用作于手语翻译服务、职业培训及就业配对、家庭辅导及亲戚教育。1月29日的义卖日详细资料将于稍后公布，请拭目以待。